天气影响班机停飞，让金门机场塞满了大批的旅客。尽管今天开放让旅客来候位，但是依旧是一位难求，也让旅客怨声载道。柜台前挤满人，等不到候补的旅客情绪激动。金门机场十九号因为浓雾，班机几乎停飞，影响2000多名旅客。尽管隔天放晴加开班机，不过机位有限，滞留的旅客疏运不完，群情激愤，场面火爆。那明天天气不好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回去啊，又没办法回去啊。线都延后。是是是。是，那我们就等不到了，因为后面还有候补的啊。行李大包小包只能在大厅干等，航空公司连忙协调，短时间也难以疏运完毕。不少人急着上班上课，相当焦急。啊，那小朋友就哭了呢，很担心，担心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担心不能回家。我只有说看到小朋友的哭，我真的说我们也是蛮心疼的啦。天气不好，我们可以理解。哦，今天天气很好啊。今天天气好，可是还是一样，没有座位还是不够。利荣航空紧急加开一架放大机型跟三架普通机型，华信航空也在有班机故障的状况下加开一架普通机型，抢运将近500位民众返台，不过还是有1000多人滞留，民众都很火大，双方旅客一度爆发冲突，说我们不能抗议呀，是啊，我们自己要回去呀，他自己有丢脸，挤在前面去。再多留一晚又得找地方住宿，还可能客满没房间，行程大乱，超出原本旅游开销，大家只盼政府听到诉求帮忙协调。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。三立新闻王轩由陶金门采访报道。